较有话吼，较有年纪的吼，较会坐咧咱的内行，较会坐咱的汤圆心。因为我知影，较早拢有迄个牛肉肠，你敢知？有迄个大咧分咧看，分我看，迄个一百块，一百块看一，看全部啊，外百块看一盘的安尼。我知，较早拢有迄个牛肉肠啦。啊，迄牛肉肠你知影，拢大家拢会坐边啊，拢内行拢坐边啊。啊，咱这少年家吼，我咱知影爱坐边啊汤圆心的吼，我正讲拢内行的，而且讲坐边啊是内行的，你敢知？因为咱的水果，你看每一位吼拢做够胖做够黑嘛，啊拢会啊胖会黑啊，啊你知影讲吼，男生拢穿较短领，都比较小件安尼。啊，所以有阵时吼，你若当下了黏咪肥黏咪散了无吼，啊迄内裤无可能定换嘛，啊所以若比较散的时阵吼，啊若咧矮的时阵啊吼，啊迄个裤都拢安尼好嘞，所以讲对无，坐咧边啊吼较好看对无，迄个角度较准对无，对，看安尼看嘞，反正就有啊安尼啦，所以咱帅哥拢内行的吼，坐咧边啊吼，啊，咱来尽量啦，吼，尽量用较大来，我咱来帅哥面看有啊无啊呢，因为咱台吼，我咱足够胖足够黑啦吼，你啊看微，迄阵刚刚这个站起来，阿爸，照镜头感觉袂歹看，但是正经要出来咧头前吼，敢若会胆怯安尼了，会害羞，真的放不开安尼。所以吼，我感觉我就真的非常的棒。但是我可能之前有一点兴趣啦，对舞蹈差，对，然后可能筋有在拉，比较软高，可能毛差。真的有差。比如说吼，咱咧跳舞啦，拢啊先拉筋嘛，拢啊先加咱身体一下。因为之前有帮忙，就是一滴就是会支援。然后我就会稍微就是编排一下，学习一下舞蹈，加一点舞蹈。你自己会编排舞蹈啊？我就是要想那个动作，你要流畅。那你真的很不错啊！然后就会练习啊，所以可能就是安尼来。卖讲编排，我感觉你我都袂晓用啊。因为你真正加起你的时，你会讲啊，过来要创啥？啊，要嘛？所以真正哦，我那爱有天分呐。真的也要有点天分，前面就有天分，真的要有天分呐才可以练习啊。请问在前面练习就没有天分啊？啊，那有的有本事啊，那就宾馆。可是，我真正真想喊呐，真的，我开就好。哎妈呀，我刚刚安尼喊，我都喊袂了了。我真正刚刚喊安尼尔，安尼成功吗？真的啊。啊！你我干嘛走这酸的呀？很酸啊，就觉得很酸。但你就是要让它酸啊！真的，很痛哎，爱痛啊那个就。痛过就。一定爱痛，根本就爱痛的掉啊嘞。你到后面你刚刚痛。听松啊，听松，那就是开了。真的。对。啊，我拢感觉袂。啊，有时候。有滴啊，袂开啦。哦，就是啊，袂开啊。原来我拢无开就对啊。你若开就感觉足爽的。真的哦。你若无叫，你就感觉。所以我即摆无电话机，无感觉爽的感觉，就是我无开就对啊。后来我让它过了，安尼我继续过。你老痛，继续过痛啦。痛的痛才会爽啊，那个对。哦，那我了解，经过老师的长辈的在家。真的哈，第一次痛会痛，第二次会痛啊嘞，第三次得火车过山洞啊嘞，现在你啊啦，哎呀，就不溜啊嘞，好，安尼我等下
来试看卖啊，继续搁有疼安尼啦。对啦。哎、欸，真的我安尼。我疼过啦。哎，我感觉安尼我真正就无大啊了。所以你看我偌安就好啊。伊讲你做小皮，硬变变。哈哈哈。硬变变安尼啦。来，今麦我咱来开运咯，刚好把咱好朋友请安门口啊。哎，咱无吼。好像没有。哦，安尼赶紧落来，好朋友请安门口者吼。来，来宾大家好，陈叔叔和大家，咱叔叔孙鑫，叔叔Louis，红豆奶奶浓妆的张大汉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咱来开运咯，请安安排好客。赶紧来哦，过来来开运，安排好听的歌声。安排第一关客，咕噜。啊，好袂歹听哦吼，来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吼，来咕噜。